于昨三至中午12时15分许，接获报案称头城交流道前车祸，警方派员立即前往处理。经了解，系林姓驾驶，男，75岁，自小客车，于北一路往头城交流道方向停等红灯时，疑因血糖过低引发身体不适，闯红灯与对向来车道自小客车发生碰撞，双方均未受伤。经警方对双方驾驶实施酒测，酒测值未接零，林姓驾驶经通知家属带回照顾，详细肇事原因厘清中。12点15分许哦，啊，接获报案称哦，这个头城交流道前面有车祸，啊，经派员警哦前往处理哦，啊，经了解是林姓驾驶哈，啊，75岁的老年人哈，驾驶自小客车哈，在北宜路往头城交流道方向哦停等红灯的时候，因这个血糖过低哦，引发身体不适，啊，闯红灯哦与对向的来车大哈自小客车发生碰撞，啊，双方均未受伤，啊，经警方哦对双方驾驶实施酒测，酒测值均为零。这个林姓驾驶哦，经通知家属哦，啊，带回照顾，啊，详细的肇事原因哦，啊，厘清中。那交警分局呼吁，这个行车遇有这个身体不适的时候哦，请先哦将这个车辆停放于安全处所，暂作休息，或通知亲友，或报警消啊协助，啊，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。